我是远山，英姿挺拔，气宇轩昂，才高八斗，为国人民直爱宝岛，不爱鬼岛的中华人民。我是远山，我看海峡。你听说过消失的校长吗？什么？管仲敏吗？不是，听说从前有一个蔡校长，只要集满689个小人的人偶，就可以召唤蔡校长，为每一个人实现一个愿望哦。我是军人，我希望能得到应有的尊严。我是导游，我希望陆客越来越多。我是原住民，我要争取我的传统领域。我是劳工，我希望能有7天假。我是小老百姓，我希望不要涨电价，核电归零。召唤蔡校长！召唤蔡校长！召唤蔡校长！什么也没有哎，烂透了！这种都市传说，开灯开灯开灯，不可信的，不可信的。我思想不是，骗人的吧？别走啊！别走！哎，等一下，不要等一下，别不要走啊！哎哎哎哎！最软的，最软的一块。谁？最软的一块。谁？应该是我听错了吧？老公死了。什么？昨晚突然过劳死了。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校长，肯定是校长来了。不要说了，感觉好可怕哦。你们难道不知道那句话吗？校长不是神隐少女，只是你不知道校长在接近。是我大是接近的，只是你不知道我在接近你。我好怕，我们赶快回去好不好？怎么可能出得来、啊、我刚看明就有啊。啊？什么都没有啊？有。也疑神疑鬼的。幻觉吓不到人的，他才没有幻想呢。我刚才也看到校长了，原本以为我看错了，但你没有看错，校长真的回来了。你没有听过那句话吗？校长正在接近你。我也看到了，他还跟我说年轻人都想从军。真的是鬼话？难道真的是鬼？我要回自己的房间了。哎，你确定吗？一边讲这个话的角色很快都要GG了耶。陆克不来了。我本来想带完这团就休息的，没想到发生这种事。导游，不要走！讲这句话的角色很快就要……走，出事了！快快看！快快快！导游不见了！我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要来了！快走，快走！别怕，别怕，是时候揭露我真面目了！就让频道来收妖吧！太好了，你能打败他吗？8年前，我的战斗数只有81，他的只有27。这么强，那你有没有顺便把校长给收服了？可惜我当年温阳公解让反而被他消灭了。现在就算我想除妖，可是我现在战斗力只剩下35而已。为什么校长要找上我们？是你们自己召唤出来的。一旦他被成功召唤出来，他掌握了利益，掌握了权势，他就变得更强。你们快走，校长要过来了。我会和你并肩作战。对不起，我当初不应该开你的年终慰问金。都跑这么远了，绕了这么多弯，校长应该追不上来吧？完了，校长最擅长的就是发夹弯。前辈，前辈，再前辈！完了，校长追上来了。谁来救救我们？大日如来，佛光普照。放心吧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你这个主角来的也太晚了吧？这一切到底是什么？校长并不是一个人，而是利益的集合体。过去背叛了对人民的承诺，如今仍然阴魂不散。校长算是恶吗？善恶是相对的，或许在校长眼中，我们一般人民才是恶吧。好了，汲取教训，以后不要再随便搞什么召唤仪式。